你不要抄，抄我五六张牌，四五张牌，都是抄啲空噶。馒头，我响即系全部字，馒头咧抄空噶，影咗相全票空，本人都唔喺度，从来都未试过咁样抄牌。我家陣頭冇嘢，唔係拉政府拗嘢，即係要佢提一個好嘅方法俾我，又合法又唔阻奸，又合衞生，即係可以都當揾唔到食都呢種關聯咧，唔可以問佢，只可合法可以得到當啫。七十年合法噶啦，阿爸，請問你今年幾歲啊？唔該。89岁，咁你每日都出嚟开工噶系咪啊？每日都出嚟，街零300几蚊产喎，系啊，唔系日日都有货喎，系冇货就开唔到工喎。点解我哋专门卖产咧？左右隔篱都几万租，我唔可以独善其身，我就朝如晚肉，要顾到大家行家。都可以有飯食，即係咧，所以二樣樣都唔兼。我想請問你賣咗產賣咗幾耐㗎啦？70几年咯。即係由喺依個檔攤咧。我舊陣時開兩間米鋪。係。18岁開花園街，19岁開新水埗。係。開兩間米鋪。咁你依個攤咧，請問你已經幾耐啊？開米鋪咁耐咁耐。唔係依個。因為要堆單車，要堆4架单车。如果人家。擺一個咁嘅檔響門口咧，我啲單車嗰間鋪6尺地算闊，經常頂100几百米響度，唔堆得單車，所以要擺嚟賣雜貨嘅呢個。咁賣咗幾耐啊？依單？70几年咯。70几年花園街。係啊。哦。好少學發發。有冇收過？以前有冇收過告票啊？告票都冇。係直至最近。最近先，我都唔知道佢份嘅幾多張啊！我未收到。佢饅頭抄價啫嘛。你電腦啊，聽聞未收到，而家佢喺度告緊你。我都唔知道。哦。即係聽上邊落嚟通知我，話家有3-4张告票啊咁。明白。不過點解都仲唔標咧？3-4张告票都唔標咧，佢最抄到20张，我到其時問法官啊。你可以教一種良好方法我開咗，又唔犯法，又合衞生，又防火。我家依個架做到防火、合衞生、唔阻街，咁多樣都做得到，因為我冇空位啊，冇嘢攔住個架。但饅頭一個紙箱都冇喺度，我賣30-40周盞。都未曾試過堆過一件貨物喺我個架度，咁耐都係咁，因為我唔合法咧，我認為政府冇理由啊，可以唔發牌，可以取消佢，發得牌一定要令我能夠生存，公平啊，佢都係人啫，係咪啊？即係。呢、這個尺寸可以由政府定奪，規定佢唔準存放過嘢，咁咪防火。點解搞到咁大陣仗？加油佢唔執行。頭一次火燭已經有一種教訓嘅，已經知道將來有一個後患喺度嚟嘅，因為。堆車仔嘅時候，穿到2-3尺高嘅衣服，係唔可以防火，係咁簡單。好多謝阿伯。係。點解頭一次十五次，第二、第三次啊，蘋果嗰啲都唔得咯？我哋原諒下我，我答嘅問題合理合情，得罪政府，得罪我啲行家。因為嗰啲理由講出嚟，係會得罪大家嘅。
咁我話你原諒下我，唔可以繼續答呢個問題，好公平。好，唔阻你入班，你開堂啊！多謝你啊！最重要合嘅係嘛？可以唔發牌噶嘛？發足個牌類唔能夠開檔咧，開檔就犯法，咁係唔得公平嘅。